侯爷啊，我知影你即马对我也是足袂爽的啦。啊，不过既然大家要做一家人啊，都应该把过去恩怨拢放下，好好相处。若无啊，小雨也伫中央做石磨心啊，那是真可怜的哦。不管我甲你的关系变啥，我敢若相信一句话：牛扛到北京也是牛。草鱼讲的无唔对啦，你免烦恼，我会做石磨心。毕竟我愿意出面相听的，拢是善良的人。啊，若是你陈东俊，你差伤济啊！我当然是挺超越啊。好啦，凊彩你莫那看我，为滴我拢去受到报应，嘛已经真心咧悔改啊。不管安怎，我这做大兄也是好啊，恭喜恁两个人啊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而且是相喜临门哦。超越，这顶面阁有啥？你看，这胚胎哦，每一个月变化。哎，看恁两人感情这么好啊，我这做大兄的嘛，感觉有少安慰啦。只是哦，我是感觉恁两人哦，足野鸡啦。明明都互相意爱，爱到这么深啦，却说一大人，这大人。尤其是小雨，你若是较早听我的话啊，欢欢喜喜接受这门喜事，都袂哦，母甲袂输是欠强逼的。陈东俊，我甲文瑶的代志，轮袂到你这，头家搁想要台北的负心汉在这叽叽嘟嘟啊！超越，较冷静的啦，这么有心的，要怎激动？哇，江超越啊，我是要替你跑不平的，你无感谢我就准拄煞，你竟然搁安尼。陈东俊，又搞啊！你是袂记啊？你是在办公室，我哪收你哩？你莫安尼哦，你莫过年哦，莫安尼卡袂着就气卡当少，安尼敢对啊？哇，超越，莫生气啊！咱毋是讲好？不管别人讲啥，都莫去影响咱的感情。文瑶姐，阿伯，我来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呢！嗯，前天啊，阿你该你。你来嘛来啊？哈！文瑶，超越，歹势，来跟恁作作。对啦，确实是作作。在场的每一个啦，拢甲陈家有直接关系呢。啊，你的关系差足远的哦。阿伯，你哪安尼讲啦？啊，今仔日是伯公邀请大家来吃团圆饭，嘛是阿妈邀请我大哥做伙来吃。啊，你讲这款话无啥适合的。啊。这敢不是我的心肝宝贝晴天？阿妈，阿妈，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哦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嘛，恭喜嘞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哎，你这囡仔，做人心不安呢，还搁搞生奶，你拍谁？我哪有说拍谁？我跟阿妈感情这么好，是大家拢知影，好不好？对吧？阿弟，吴小姐，超越，恭喜嘞！什么超越？无礼貌，即马爱改嘴叫做阿静。哦。无啦，恁也是叫我超越就好啊，无我也没关系。是啦，我已经决定要偷偷来啦。啊，你即声阿静叫落去，袂输。我要赶进度嘞。那是要赶进度，我嘛是第一嘞。喂，要倒啊？无啊，我来看卖摆的菜哦，出了安怎？人毋是已经差不多拢到位啊？啊，袂啦，恁爸嘛有请黄金甲亚杰因做伙来，应该连咪就到啊。雅姐嘛要来啊？有答应要来啊？
是啦，这团圆饭对爸来讲特别有意义，所以伊当然把所有人拢请来。亚姐爸都来，为了亲孙，伊当然袂落过去啊。啊对啊，亚姐有甲我讲，伊公司阁有一挂代志，啊，伊处理完了后，会甲恁姐阿姐做伙过来，叫咱成家，免等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无，咱先来餐厅等啊，我看迄菜煮甲差不多啊，咱那食那等，好不好？好。阿姐，往里走，加个五位，冰块来坐。吴总啊，有一句英文是安尼讲的啦 ，Make yourself at home。我即马伫你身上啊，完全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。你，伊林。等等，这鱼啊哦，在路顶进行有用迄两只新剥过对无？互迄两只内面的蛋白质吸收迄鱼排水分。无唔对啊，伊安尼煎鱼的时阵啊，迄油较袂好白喷。哦，真正是中破西撇步呢。阮爸嘛是用这种方式咧煎鱼啊。哦，等等也是无去嫌，以后鱼啊料理方面，咱会当交流者。真正我想要啉鱼汤，啊，不过闻到鱼的臭臊味，我就想要吐。后来食武总煮的鱼汤，唔但好食，佫袂臭臊，啊，不过上重要是袂害我病囝。来，安尼试看卖，我煮的鱼啊，你看安那？大姐，试看卖。好。好食，搁袂臭臊。哎，安尼吴总，有闲的时阵啊，咱再好好交流一下。嗯。吴总哎，有影足够的呢，我应该好好向你学习啦。日时饼需要来甲阮爸开会进前啊，你可以当带伊啊，一个去予一个网红来访问玩抱抱。暗时可以当带伊林还佮晴天来阮家食饭。你有影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吼？讲到时间管理大师，阮爸那也比你过你啊。阿伯，你袂记啊？你当初带叶姐阿姨去唱水那段精彩过程啊？哇，伊哩，是啦。迄个时阵是我未晓收做唔对代志啊，也毋过我嘛已经受到处罚，嘛已经得反省啊。安尼你应该食饭的时阵就乖乖食饭啊，要搞胃不爽啊？我点点较无忘啦。对啊，你玩包包有直播，我有看到哦。啊，我看到亚杰甲不爽的两个人就上相诶，我有甲亚皮拢来，我要你看。好。因两个人。比较素朴。哦，哎，有影呢。我看恁两个行的路，应该真侪人误会你是阿伯对吧？别人误会我，甲阮创地了准度线，三寸连理，莫甲阮创地啊。哎呦，恁安怎讲哦？我拢不要紧啊。啊，不过若是予亚姐感觉硬要，你就不好啊。敢不能借阮看卖者？哇！哇！我从来唔捌看过阮爸安尼难过相呢。无你想怎啊？也是巴肚内明明还佫有我的囡仔呢。你上硬要改，还佫有武装的杀作堆，即嘛是安怎？买一送一哦。
你已经跟雅琪离婚了呢，你有什么资格讲这款话？我是在表现我对伊的关心吗？关心是予别人温暖啦，啊，我口说就亲像个刀啊，伫别人心肝头。我真正听会出来，你对我讲的倒一句是咧关心。我只是想要提醒现存的人，莫少顾虑哦，事实的感受，安尼讲有啥唔对啊？爸，今日坦白讲，有个阿妈拢伫个，我要把我心内话拢讲出来。你走掉你甲妈的感情20多年，我相信妈嘛无希望你孤单一个人，我嘛是。所以你若拄到一段适合的感情，我绝对支持你。我嘛是，佳佳阿姨，进前你的婚姻予你足痛苦的结束，啊，不过无代表你袂当接受新的感情，我祝福你，嘛支持你。听到无，事实拢无意见哦。是啊，雅姐不错，我们大家哦拢乐见其成。今天啊，我是恁阿伯呢，你无支持我，迄就准拄煞啦。上无你嘛不应该伫这个时阵讲这话啊。无你是爱晴天，就是你啥？讲我清楚。爸，你嘛无希望家己的孙去叫别人爸爸，对不？我的孙要叫别人爸爸，我当然感觉真袂爽啊。问题是，你对雅琪做出这种要求来，伊还阁愿意把这个囡仔留掉的，我就感觉真感恩啊。妈若讲以后啊，伊要有这个囡仔叫上爸爸，我嘛无权利来干涉啊。这嘛是你家己造成的。爸。你应该是想有动力心的啊！我是你的亲生后生啊，煞叫谢阿红迄个废类的查甫人啊，叫半死人的爸爸呢，敢讲你都袂受气，你都袂怨叹？陈东俊，就算讲我真是要甲武总做伙，甲你有啥物期待啊？你即马牵拖对你妈妈一边去，是要创啥？你到底要到啥物时阵才当停止亲热啊？我毋知提醒你较清醒的。参照伊这种啊，差一点啊，予伊偷窃来将我害死，连伊家己拢无法度保护的查甫人，伊想啥物资格甲伊做伙啊？你敢毋是嘛对我做出同款的代志？拄才伊连讲的话，你怎会竟然放袂记了心？搁再讲，你有啥物资格干涉我的人生？陈东俊，莫逼我讲歹听话。陈东俊。恁爸妈拢伫咧遮，你敢会当甲参像查某人呢？要卡袂着，就甲恁爸妈亲了。借问一下吼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拢40、50岁人啊，搁伫咧做3岁囡仔做诶代志。恁爸妈无迄个义务哦，爱承担即款压力。那毋是看伫咧，你是亲天打我诶份上，我绝对要安怎？啊，不过本来好去啦，我发现我跟雅杰有真多共款的所在，反正我应该要跟雅杰交往试看卖啊。你敢？我有啥物唔敢的？陈东俊啊，虽然我会当。佩良，你无希望家己的囡仔叫别人爸爸，也毋过你安尼甲武总的派面相看，敢当解决问题？是先来要的啦。你先坐下来，再佫讲。武总，你嘛赶快。